各位好，我是老片先生，欢迎来到全程解说。那这个街霸爽快局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那今天打头阵的还是路边草啊，两批的话换成了一位新的玩家啊，叫做师长啊，丛林的美食家啊，与化身为美食的星探啊，来到遥远的东方啊，看看有没有一条龙啊。近身，近身啊，来。完了啊，对方这个狮子的话还看不出来啊，这个功力深厚与否啊，开始啃。那路边草打狮子的话确实有一套啊。近身啊，不要动兄弟，我来给你看一下骨骼是否惊奇啊，很开心。那对方觉得对方不是练武奇才啊，走，五短三粗，走，近身啊。狮子的话圈着身子来到对方面前，扣起来，一波两波三波啊，最后一个打乱洞啊，根部逆向跟起来，弹给根音啊，根部缠绕啊，清仓，再一个正身位啊。狮子的话特别怕这种近身缠斗啊，哦哟，点一下漂亮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清仓啊，没有机会啊，真的是比较怕这种近身的缠绕啊，他不怕跟你拉开啊，平拉开不怕，怕的就是你跟他黏着打，黏黏糊糊的，所以说都需要保持距离。那路边草可以说就是一位缠斗的选手啊。那狮子的话这把不是太好对付了啊，开始砍，捏起来啊，路边草进到一个角落啊，对方说这个是一个两分熟，不错啊，捏起来，在我眼里你就是一道美食，你想啊，再捏一个根部漂亮，两个根部，三个根部漂亮，四个根部完了，五个，哇，捏到死，最后发出嚎叫啊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太秀了啊，这个四个根部缠绕啊，本来脑容量就低啊，还被这么搞来搞去，非常的后悔来到这边土地，这边人智商太高啊，随便派个人就碾压啊，一个扣漂亮。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努力啊，好，一个上扣啊，垫起来。那师主任也算是一名，也算是一个博士后啊，近身，但是不务正业，搞其他去了。哇，这个下滑，扣他的脚啊，啃起来，哦，漂亮啊，这个左右折折得不错啊，好，啃起来，再捏，把它当作一道菜啊，这个秀色虽然说可餐，但是还是要来点实际的，走啊，挖起来，一种烹饪的手法叫自来熟，哇，漂亮啊，对方一个自来熟啊，采用了自来熟的烹饪手法，叫得很开心啊，起身倒地啊，开始捏，如毛饮血，化为狼与豺，近身啊，垫起来，这个放电的时机确实掌握的不是很通透啊，啊，捏眼来，然后哇，这个上扣漂亮。那路边草遇到逆境的时候啊，经常是找一种身位的这种优势啊，完了啊，刚才不应该放电的，他想打他乱动，想的倒是美啊，啊，三血完了，哎呦喂，这点血量打一个乱动起身折，哇，扣到死啊，精神 PUA 啊， PUA 打法，利用对方脑容量只有核桃那么大的一个劣势啊，用一个皮球大的脑容量，把对方晃得晃晃悠悠，都不知道防哪边，拳打两不知啊，后悔身在丛林中啊，走啊，上海伤心之地啊，啊，漂亮，倒地啊，有人说这边是广州啊，有人说这边是厦门啊，有人说这边是上海，到底是哪里，大家来说说看啊，这边到底是哪里，我也没有去查资料啊，到底是哪里，好了，啃起来，再捏兄弟，
哎呀，三血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那这局到底谁输谁赢？打个问号！啊，到底是哪里啊？那个地方，大家可以把你的答案告诉我啊。走。啊，换到一个网文的地图。那狮子别有用心啊！居然看铁树开花啊，连个狮子都学坏了。走啊，不要学那些世俗的人。他只要寻找一种果实，对，寻找果实就对了。不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走，不要学他们啊，不要学那些坏人。看什么铁树开花？靠头啊，开始捏。走来啊，点起来。这个狮子被电的不要不要啊，被捏的不要不要。你再挣扎啊，你越挣扎，春丽越兴奋。反过来了啊，现在先平静一下心态。春丽把头低下来，让狮子的话尽量的不要注意到他的双眼，因为眼中确实充满了杀气。完了，又开始碾压啊，漂亮，折到死了，兄弟。一二三四，哇，差点打十哥了，哎呦！啊，这把狮子完全被玩弄，二百。啊，心疼狮子几秒钟啊，刚才那局实在是太秀了，那可以说是天秀局啊。除了打神僧啊，就是打狮子的话，去秀成这样。走，近身，对方被完全碾压，都不知道防哪边。智商清零啊，已经成负数。走，真的是非常后悔啊，来到那边。走，小白秦康啊，捏眼睛，对方开始砍，要生吃啊，来，骨骼惊奇，给你照一下，再捏，生吃最爽，春丽自身啊，绕后对方一个海底捞。啊，想不到你也喜欢吃火锅，很不科学。你不应该吃生的吗？刺身才是你的唯一啊！不要吃什么火锅，来啊！对了，回归本性啊！野性的呼唤啊！哎呀，一拳打晕，什么鬼？刚才那一拳啊，打了一个重康，一拳打碎了狮子的心，太狠了。对方刚有一点起色的功夫啊，被他一拳击碎，太狠了。走，好，反身出来一绝，不要动。好，近身，开花开花。啊，狮子的话其实蛮灵动的啊，这个狮子，但是每次都是功亏一篑，尤其是有一局啊，被对方一个空穴反杀。好，开始啃，哇，这道美味的刺身，捏起来，完了，又要被碾压，又要被折，啊，没有乱动，这次点个呆穴，两个呆穴点起来，哇，最终是没有逃过呆穴的制裁。打开开关，我给你关闭开关，啊，漂亮，搂着狮子的脖子直接捏到板边，太狠了，啊，狮子彻底被驯服了。这没办法，仰天长啸。好的，大家喜欢全解说，请点波关注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